有请节目主持人赵钻。谢谢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现在请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，添加《爱情保卫战》的官微，了解更多的情感故事，参与我们的情感在线互动。我们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，他们是媒体评论人于伯宏于老师，欢迎于老师。国家一级演员陈伟老师，欢迎陈老师。著名的节目主持人沙娜老师，欢迎沙娜老师。当然还有你们的爱情导师涂磊老师，欢迎涂磊老师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分享四位老师的人生智慧吧，来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。各位请看。我老公实在是太懒了，结婚一年多了，我们家新房子家具还没有买，都装修好久了，我们也不能住进去，然后说要学车，学了好几年，驾校也没去过几次，现在是不会开车，也买不了车，平时什么都不做，我来照顾他，我来洗衣做饭。现在好了，最近特别想要孩子，总跟我提我们要个宝宝，但是我们有了宝宝又要谁来照顾呢？我觉得他还是个宝宝。我平时工作忙你也是知道的，整天东奔西跑，回到家也是累得不行。我也知道有时是自己有问题，但是很有一部分是你的原因啊，你一直不让爸妈过来帮忙，所有事情我们都自己来，那能不累吗？现在我觉得我们年龄也到了，是时候要个孩子，我觉得我们经济条件也是完全没问题的。掌声有请这一队，有请男嘉宾史先生，32岁，来自江苏萧瘦，有请史先生，有请。女嘉宾顾女士，26岁，来自江苏职员，有请顾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结婚多少年了？结婚一年了。听说今天是为了要不要孩子来这儿的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是。哎呀，这事儿现在我们也管了啊，还行，谁要谁不要啊？我要，他不要。啊，那你就没办法了啊！这事儿，这个必须得他同意才能要。为什么不想要呢？这个事情嘛，主要还怪我老公。哦，怪他啊？对，我老公特别懒，很多事情都喜欢拖。哎、最近发了疯了要孩子，我们走在路上，他看到那些小孩子，就说：“哎，老婆，你看这孩子多可爱，我们也要一个吧。”哦，我说这不合理，我说我不想要孩子。合理啊。我不能因为他可爱我们也生一个啊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我问一下，您是打心里就不想要孩子呢，还是说这个老公身上有很多问题你觉得不解决咱们不能要孩子？因为我觉得我老公身上有很多的毛病。我们先说一个事情，就我们家那个房子啊，我们去年5月份领了证，算是合法夫妻了。我们结婚前就已经有了房子，应该算前年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就把这装修房子的事情提上了日程。然后就这个事情，我们一个房子硬装装了一年，就在去年过年的时候，我们才勉强把硬装给装完了。到现在我们家具都是空着的。我老公当时装完的时候说：“哎，现在天气太冷了，咱们等稍微暖和一点，春天我们就去买家具，然后我们就可以住新房子。”我说好。然后整个春天过去了，然后这个夏天都过去了，说天气再凉快一点，咱再去买家具，我们就过年就能住进去了。你是为了散味儿是吧？对，一开始对散味儿，对，这是一个原因，加上确实。后来工作是比较忙，忙的有点，哎，就是有确实有点。但我们也是有周末的呀，我们周末哪怕就出个一天的时间，我们就去逛一下家具城，我觉得这不是多难的事情。然后还有一个车子，我们在好几年前，我们在认识之前，我的老公就说要去学车。然后具体是哪一年我也不知道了，反正我们认识的时候就说已经报了驾校，咱就花个2个月时间把它给考过，我们就可以买车，就可以提车去了，迟迟不去，到现在科目一都还没考过，那驾校我都不知道还在不在了。这为啥一开始特别忙，
去不了。一开始是去的之后，但是他每次要去的也比较早，六点钟就要到那个乘车的点。虽然是周末吧，起不来。那你就是懒呗，你晚上早点睡不就可以了吗？这都能安排的事情，你说这忙那也忙，那晚上打游戏，兄弟一个电话就上线了。哦，他打游戏是吧？对，那下班回来袜子一脱，吃过饭就打游戏，然后他一打游戏嘛，打的睡得早的话，我们11、12点就可以睡了。那要玩的开心的话，那1、2点还捞不着睡。那他打游戏你干嘛？他打游戏，我可能有时候我可能也稍微玩一会儿，但太困了我就先睡了。行，所以你觉得这个要娃肯定不现实，对吧？对啊，这也没时间啊。你说你那么忙，你又要工作又要打游戏的，哪能要娃呢？要了娃那谁带呢？打游戏这个嘛，我想就是现在年轻人都玩游戏，而且怎么讲呢，工作压力这么大，你说玩玩游戏也正常的，而且平时都是些跟一些关系比较好的哥们儿吧。你说像我又不像有的人一下班就出去喝酒啊应酬，因为我打打游戏总比干这些事情要好。那你咋不跟好的比呢？你干嘛跟那些人比呢？在我看来性质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好坏。你怎么突然想要娃了呢？你能告诉我吗？说实在吧，就是也是我平时玩的比较好的这帮哥们儿，最近他们都一个个的也都有了孩子，有时候跟他们一起出去玩，他们一家三口就其乐融融的那种感觉。然后但是我们嘛，虽然是小夫妻俩嘛，也是才结婚，也是很甜蜜的吧，但是总觉得就跟他们在一起就少点什么。而且怎么说呢，确实我们也到这个年纪了，而且父母最近嘛也是比较委婉的在就要娃的压力比较大。对对对对，我这边压力也确实也比较大一点，而且确实我自己也想啊。你开个条件吧，怎么就给人生了？先把那房子给装修了，得给家具给买全了，行不行？如果我这会儿有了孩子，那房子还没弄好，我挺个大肚子搬东西吗？跑来跑去吗？是啊。哎，你说那车吧，我们家又不是买不起。这只要你学会了，咱就去把车给提回来。我要是以后有了孩子，我先不说上不上班的问题，即使你愿意我在家里养胎或者干嘛的，那我人总要出去走动一下，你让我挤地铁打车什么的吗？学不学？那你现在你也有驾照的，有车给你先开起来啊。那你就、哦、你有驾照、啊、催我这边干嘛呢？我18岁考的驾照。哦，你是有驾照的啊。那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自己在老家开车，我就是开的不太好嘛。我们老家那么宽的路，我也会乱跑。你说在南京城里面出了事儿怎么办？我大着个肚子开车嘛。行，您还是别开了吧。就还有条件吗？那还有就是健身。就我健身，我个人平时是很喜欢锻炼的。嗯，我就觉得大学毕业之后大家都开始发胖，我觉得很不能忍受。哦，然后我老公认识我他的时候那还挺好的，现在就越来越胖了，就往电脑前面一坐，越坐越胖，越来越不爱动。我还之前给他办过一张包月的健身卡，那是私教课，包了1个月的私教，只要你每天去打卡，那划下来一节课也就100来块钱，特别便宜。然后我的老公就开始忙了，又开始忙了，他又说没时间，就那么1个月几千块钱的卡，他就硬生生的就去了几次，那一下子一节课的成本就高了很多，而且锻炼效果也不行。你说你当时办了那个卡，然后你就跟我说明天去健身，有个健身课，你就把卡往我这一摔。那我觉得你既然娶了我，我就觉得有些东西我也该对你负责嘛。你一天天长胖，然后可能冬天身体也不太好，冬天还容易感冒。我们家还养宠物，养了两只小猫。哦，你喜欢啊？对，我谁养？一起养。养算一起养，但是最近我们家的猫老是喜欢半夜拉屎。这个就很烦，我们睡觉了他突然有这个需求就得有一个人起来，那跟小孩不一样，小孩不也喜欢半夜哭闹啊拉屎撒尿的，
那谁半夜起来？我也不愿意起来。其实我也听明白了，你说他懒，你跟他差不多，你们俩真是一家人啊，才进了一家门啊。那我还一房子装修了，我这么听拖拖沓沓快3年了还没入住，你干嘛去了？我也上班啊。对，你看看，对吧？一张健身卡办下来了，你也没督促他呀。他早上6点钟起不来，你到5点半，你拎他耳朵踹他出去学呀。你老婆的监督作用也没起到啊，你们俩是对懒，你知道吗？这怎么生啊？其实我觉得他最主要不想生的原因是因为他下班他有个业余爱好，喜欢去跳舞。因为学跳舞的对身材有一个要求，他就觉得说生小孩这个就身材会走形，会影响到他跳舞。那每个女人都会有这种担心的嘛。你比我大那么多岁，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我觉得你就可以多照顾一点或者怎样的，我觉得有一些小爱好没有什么不好的，你当时也说是支持的，是不反对你有小爱好，但是就是怎么讲呢，因为你并不是说专业的舞蹈演员，你是以这个为生的，就平时跳跳就娱乐娱乐嘛，就不必太在意这些吧。那我觉得每个女生都会想自己身材好一些，我一直都在锻炼或者干嘛，我就想生完小孩之后可以好看一些。现在小孩子也会比爸爸妈妈，你知道吗？那人家去开家长会，爸爸妈妈长得不好看或者怎样，人家小孩子也自卑啊。那爸爸妈妈要真长得不好看，小朋友还不活了吗？那得整容吗？那我们有条件可以保持一下，我觉得就、行，听明白了。我看今天不是来说要不要娃的，表象是要不要娃，其实内心是结婚之后好像对彼此都不是那么满意了吧，都有一些想法了吧，拿着娃出来说事儿了吧。哎呦，我老公还不会做饭、平时都是我一个人做饭。看看你洗碗吗？有的时候啊，偶尔。所以这哪里是要不要娃嘛，就两个娃在一起过家家呢，然后跟老师说，老师报告老师，我们俩想要个娃。老师说，你们俩先长大再说吧。来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来来，孟红兄，我听到现在真的急死了，真急。为什么呢？你刚才说的那一些家务琐事三下五除二就做好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多借口，这么多理由，还拖过1年1年？我真难以置信啊。很显然你是在家庭当中，在婚姻当中缺失了婚姻的责任。我们男人一旦婚姻的责任缺失了，我们就会随性率性的放任自己，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。所以在这一个问题上我还真偏袒你的妻子。我认为作为一个男人，你先要改变，你不要看你的这一些你自己认为是生活上的一种习惯而已，就是我们常说的丈夫的巨婴症，他有时候他真的会成为婚姻摧毁的杀手，这一点我真的并不是在吓唬你。另外作为一个过来人，我也送你一句话，不管是你现在做丈夫还是将来做父亲，你都要自己搞明白，你该为妻子、孩子和家庭做些什么。好，谢谢伯鸿兄。来，陈老师。哎，你们俩跟我是老乡哎。那个、对，陈老师也是啊，我也是南京的。哎，南京的，感觉我刚才听见你们的话，我感觉特别亲切。我比你们年长一些，但是呢，我想说的呢，就是只求收获，不肯付出，我觉得这个爱情呢，会很难长久。我现在想跟小伙子说，我说你呢，赶紧行动起来。首先，你是男子汉。你得承担这个家庭的责任。比方说，如果你想要孩子，你有没有想过孩子出生了以后半夜谁起来呀？你会起来吗？那孩子的奶是怎么配方啊？孩子的洗澡你会吗？这都是要学的，它其实很多的学问在里边。可是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现在没有具备生活的能力，那我告诉你，到时候等孩子出生的时候，
我告诉你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的，你会手忙脚乱，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姑娘，我解决你一个问题，你说这个生完孩子身材会变化，对，看看我，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。只要是你自己控制好科学的育儿，科学的养生，你不会变身材的。还有一个，其实有的时候丈夫不在的时候，女人干嘛呢？也得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。其实所有的事情，只要你们两人共同的去承担这个家为你们所带来的一些乐趣，其实装修也是乐趣，做饭也是乐趣。其实我觉得两个人都得承担共同的责任，这才是一个家。我祝福你们。好，谢谢陈老师。来，善达老师。二位好啊，你们两个人现在就是都安于现在这样庸庸碌碌的现状，然后这样慢待生活，慢待婚姻，不出两年你们的婚姻就会看到很大的危机。现在还能凭着一股热情和新婚的这个劲儿，两个人还能拧在一起，但是现在已经出现苗头了，就是相互的指责和抱怨。你们人生的动力是什么呢？其实两个人在一起结婚，彼此就要成为彼此人生的动力。为什么男生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拖延症，然后房子不装修，车不去学？因为姑娘你没有成为他的动力啊。同样啊，女生为什么不给你生孩子？因为你没有成为他的动力啊。你们两个人的生活就很简单，看不到未来的希望，看不到未来的路在哪儿，反正就现在这样一步两步的往下走就完了。经营婚姻其实就是经营你们自己的生活，我们让生活每天过得更充实一点，不是给我们自己增加更多的乐趣吗？你们今天以什么样的面貌来面对生活，将来有一天生活就会以同样的颜色还给你们。祝你们能想得明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山大老师。来，涂老师。我敢断定那套房子不是你们自己的钱，是吗？是父母的吧？对。现在还有多少夫妻在为一个汽车轮子而奋斗？还有多少夫妻在为每平米而拼命？还有多少夫妻在家居市场为了买一盏自己喜欢的灯，自己喜欢的一块地砖挑三拣四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抓住周六周日的那么一点点时间来营造自己爱的小巢，因为那是希望的地方。你们俩就是日子过得太好了吗？不劳而获吗？有那闲工夫打游戏吗？有那闲工夫跳舞吗？如果你们还在为每平米和每个轮子奋斗的时候，会自动自觉地把电脑给我关了，去挣钱去，为将来的孩子营造一个大点的家，温馨的家而奋斗，没有。所以从某种条件下来说，父母有一定的因素，自己的懒惰有一定的因素，还有一点，我觉得你们其实根本不够相爱。你们的日子过得太顺水推舟了，过得太顺利了，没有一点点生活的困难。开着车送着大肚子的老婆去做产检，你在前面开着等着后面即将出生的孩子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人生的快乐，你懂不懂？这不是快乐吗？这是不是快乐？把家里的墙刷好，找一个好的装修公司，按照两人共同商议的装修的风格把它营造得温馨一点，看到他脸上满意的笑容，这是不是幸福？你就这些你可以唾手而得的东西，别人可能要十年以后或者现在还在奋斗当中的人获得不了的东西，你就在眼前，你不要吗？所以你们好好的长点心，过过你们的好日子，把幸福抓住。教练，谢谢涂老师。我不气，我就看着我觉得挺可乐的。不喜欢这个男人，或者这个男人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，你就要明确地告诉他，而不能在婚姻当中拿一个东西做要挟。这不就是要挟和谈判吗？你们两个人，你要这样我给你生娃，你要不这样我就不给你生娃，这是婚姻吗？这是婚姻吗？所以还是回到这个本质上来，咱们把它回到本质上来，
两个小宝宝，你们先长大。有一点请记住，抓住手里的幸福，过向上的生活，珍惜眼前吧。好吧，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关于孩子的事情，我一直希望有自己的孩子，我也特别希望跟你在一起过得幸福美满。别人都说我获得的已经够多的了，你已经对我很好了，说我太担心，不愿意承担一个做母亲的责任。但是我觉得我对生活有更好的期望，有错吗？我只想把眼前有的我们可以把它做好，这样子我觉得也不愧对我们双方家里的人。很多事情我觉得都很简单，就只要我们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了。请回吧，时间到了，来。来，请官们，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朋友自己的选择是什么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，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，我会娶着你，我会纵容你，谁要欺负你我就站出保护你。就在来吧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好可爱。谢谢，祝你们幸福，请回吧。谢谢。从夕阳照亮你，在梦里全是你，不要再迟疑，把我抱紧，两颗心。男生说，没想到来这儿被骂了一顿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他们是这么想的。好了，如果还有这样的困惑，那就打消困惑吧。要孩子的前提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们足够的相爱，其他其实都不再重要，爱的力量真的很大。好了，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，各位请看。我们都到了该工作的年纪了，他却还是沉溺于虚拟的网络世界，我说他他也不听，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游戏是我的兴趣爱好，平时我也从事一些与游戏相关的职业，但是他特别不能理解我，总向我泼冷水。他平时特别的强势，对我要求也特别多，甚至平时出门的时候需要化妆才跟我一起出门，这让我觉得非常没有面子，一点儿也不顾及我的感受。他平时都不知道照顾我，有一次我就和他见家长，我身体那天特别不舒服，然后他连一杯红糖水都不给我沏，还和家长数落我，我觉得特别的委屈。不管是现实和网络，他一点都不会控制和异性的距离，我说过他很多遍了，他却还是不听，这一点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他平时就是太敏感了，其实我和异性朋友什么关系都没有，但是他总拿这件事情跟我闹分手，我真的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小 B， 23岁，来自哈尔滨，销售，有请小 B。 女嘉宾小隋，21岁，来自哈尔滨，自由职业，有请小隋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谈恋爱多久啊？我们大概谈了一年多了。听说过去两位这个在网上都很上瘾是吧？以前是。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？我们两个大概是在2年前那时候上大学，完之后我们两个人就是在网上玩英雄联盟，因为我游戏打得比较好，之后他就加我好友，
啊。之后加微信就聊东西聊，反正一起玩了几个月，就觉得相互都挺合适的。通过游戏认识的，是吧？啊、对，通过游戏认识的、啊。今天为什么来呢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毕业了，就步入现实生活了。嗯、啊，就他却还在沉迷游戏。我吧就是喜欢打游戏，然后可能喜欢网络上的一些东西，然后我呢就在网络上做一些就是兼职啊设计啊这种，但是他却特别不能理解。你的意思是说你在网上实际是在做兼职是吧？对，我在网上也有工作，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大半夜是吧、嗯、两三点那还搁那玩游戏呢，那要工作吗？不，我喜欢打游戏，就是我俩认识的时候就是因为游戏嘛、啊、就是我喜欢打游戏，可能那现在不都过了打游戏的年纪了吗？那你还能像以前那么天天打游戏？我打游戏也能赚点外快什么的，也不能就是单纯的就是玩，而且我是喜欢玩这个游戏。那你说你到底是工作呢你还是玩游戏呢？哎，你们俩现在除了打游戏这件这不爱好吗？你们俩除了打游戏这件事儿争执不下，还有什么事儿是你们俩有冲突有矛盾的？他有的时候就他特别的想法就是不同，我们俩想法就特别、哦、你们俩想法不同，对，然后就表现得很幼稚、哦、什么事情吧就是跟我想的就不太一样。哦，你举个例子。之前我们一起出去，然后还有一些朋友们我们一起去吃饭，然后他就是在那儿玩手机，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，然后朋友跟他说什么不搭理，然后走的时候我先打声招呼吧也不搭理人家。你说你不喜欢人家可以，但是你不能当着面就是这个样子，对吧？最主要他那是啥朋友？他那朋友也不是什么好朋友。你是怎么判定这些人不是好朋友的呢？就不能给他正确的引导啊，跟他们在一起得不到什么正确的价值观、哦、你像哪有好朋友你说半夜十二点钟的来家里非要薅他出去玩这种，那是好朋友吗？他半夜他要一个人来那也就算了，他也得带一堆男的来。你们俩现在生活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就是他是正常上班，然后我可能就是在家里，可能接触网络比较多吧，他就觉得我有点不务正业、啊、他就是不务正业。而且当时啊，我是先时我是在哈尔滨工作的，他是说他在天津已经有就是稳定的工作了，让我来一起陪他，完了一起好好上进努力，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。之后我在哈尔滨工作我就放弃辞职了，之后又来到天津、嗯、结果来到天津之后我发现就事实并不是这样似的，他就天天就打游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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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啥也不干。我这是工作啊，只是就是不是你是游戏代练是吧？就是游戏上一些就是一起打游戏啊也赚钱啊，或者是就是网络啊淘宝啊。你那是赚什么钱呀、啊、设计你赚那点钱还不够你买衣服的呢，你知道吗？他打游戏他都入魔了，就买那种就是游戏里面跟那个游戏人物一样的衣服，就 cosplay 完之后、哦、角色扮演之后啊，还老带我去参加一些什么聚会什么的，完了让我戴着特别奇怪的帽子，穿什么燕尾服搁大街上跟他去参加什么聚会，我根本一点都不喜欢这种东西。我打个游戏然后就喜欢里面游戏人物，觉得挺有意思挺好玩的，他就是不是很理解。我不是不太理解，我是觉得已经过了就是玩游戏那个年纪了。你是觉得玩游戏是在一定年龄下才玩的，到了一定年龄应该干其他的事儿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就是因为如果两个人想一起再往下走下去的话，就要想一些现实一点的东西，他、啊、不能再老沉迷于网络。你说那我们怎么还往下走是吧？啊，明白。我就觉得可能我的生活吧，他觉得就是不太现实不太靠谱，但是呢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就是挺好的，因为我有这个兴趣爱好，然后我每天就是可能觉得也挺轻松的，可能我是就是也不太想出去这样子，然后觉得在家轻轻松松，然后还能跟自己兴趣爱好打交道、啊、然后也是想长久的考虑这种方面。 你是认为你一辈子都可以以此为生是这意思吧？也不是，就是感觉还是说这个阶段我就这样，就这个阶段我感觉我还挺年轻的，我就是不，但是这个阶段你已经不能这样了呀，因为我已经在工作了，那你天天晚上啊你玩游戏你玩到两三点，玩出声音那么大是吧？我明天第二天早上我早上要起来上班的，完之后我晚上睡不着觉，我早上哪有状态去上好好上班啊？我没有声音很大、就是、你是没有声音很大，对，楼下的确实听不见。我都会控制自己的音量，就不像他说的那种会打扰到你。我觉得我想这个打不打扰并不是一个重点啊，它的重点来自于说
女生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更多的是以网络游戏为一个中心，这个中心里面女生说我不是不仅仅是玩，玩是其中的一部分，对，我还围绕这个可能它延伸的一些产业链，我可能还在里面去挣一些钱，还有一个就是在网络游戏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喜好啊，角色扮演，这个现在比较流行嘛，这个叫二次元是吧，说很多人生活在二次元的世界里，是就动画动漫游戏的世界里，这是这大概是你认为你这个阶段的生活方式是这样的 对吧，男生是觉得到了这个岁数了对吧，咱们得现实了对吧，你不能再这样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，都那当时来的时候都说得好好的，来这之后你说你突然天天你就知道玩游戏，行也是这样的。除此之外还有什么，就是我们俩过年，这次过年回家，那时候刚下火车，就是大冬天的，特别的冷，他家那，然后早上肚子特别的疼，然后我寻思就回家躺一会儿嘛，你说你就不应该就是照顾一下我吗，然后他朋友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立马就走了，就把我一个人扔家了，我跟他过年回家、哦、我一个人，行，看起来没什么大毛病大冲突，但是每一个如果你要给他们仔细说说的话还得有说到，我们先看男生的抱怨好不好，男生觉得女生不够成熟，没有对未来考虑，最重点的是完全把自己的生活放在了游戏的世界里对吧，这是第一个不满 对吧，好像看起来这个不满很重，说了很多很重，但是我发现有一个他认为更加不好的地方，你是觉得这个女生跟他朋友关系比跟你近对不对啊，包括他提到了一个细节，就是晚上12点钟到他们家里来找他，还有很多异性朋友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这是你对他两个最不满意的，是不是？这都不算最不满意啊，最不满意的是什么呢？最不满意的就是，他现实中的朋友，行，你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从小都是同学是吧？我可以就理解你们了，行吧？这我都理解你了，但是他网上的那些，我实在是就有点触及到我的底线了。我天天辛苦上班回来了，这家伙搁那块玩游戏，跟人改情侣名，完事跟人唠嗑，我回家了搁那坐着，哎呀妈呀，搁那坐着看都不带看我一眼的，完之后就跟人一直玩游戏，玩2-3个小时，我那坐2-3小时他都不带看我一眼的，也就是说就特别严重的那种，嗯，没有这么已经触及到我的底线了，而且这都不算啥，你说你搁网上玩你就说啊我们只是网络上的那也行，这家伙东西都由我们家里来了，那有一堆好吃的，吃这那的，什么这个，哎，什么这个鸭排呀、啊，什么黑虾什么玩意儿，我也不知道，不是，反正我就都给吃了。都让你吃了吗？但是网，我觉得吧，那我看他放那儿，我看你们也不吃，那我就吃了呗，不浪费了吗？这个逻辑有意思啊。网络这个东西嘛，他就是应该就是有一大堆朋友啊什么，他就是觉得那你那已经超出正常朋友的界限了呀。不是，我们也不那你一天你跟他唠嗑时间，你说你比跟我唠嗑时间都长。那正常，那我不就有这兴趣爱好吗？你这是兴趣爱好啊，还是啥呀？别吵了，我给你直接翻译一下吧。你还记得2年前吗？记得。我们在网络里面，我也是你的普通朋友。后来我们俩不就在一起了吗？你再看看今天，你在网上跟那些男的，还是用我们交往时候那样的方式在交往。更可怕的是东西都来了你还敢吃啊，你不怕有毒啊，你也是真是，更可怕的是东西也来了你让我情何以堪，这大概是他的心里话是吧，就然后那行就别说了，你要受不了你就走，又不想走又在这儿说对吧，两人还吵，我们把这个事情摊在这儿就行了，一会儿你们听老师怎么帮你们分析啊，女生是觉得男生不够成熟幼稚对吧，他大概给男生几条罪状很清晰地摆在这儿对吧，对，第一不知道怎么关心你对吧，对，生理期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照顾你，这是第一个问题，你认为是第一个问题，这是小问题，大问题是他不理解你对吧，他不理解你是不理解你交朋友的方式，不理解你的生活方式，所以你也挺难过的，是这意思吧，挺不懂事的，那我想问问态度啊，你今天来这儿的目的是想跟他说说还是想分手，如果他再继续这样下去就我就觉得我们就走不下去了呀、啊、行，女生呢，我就觉得吧，我觉得我们俩就是没有到就是分手的那种，你还想跟他走，但是他的要求你又做不到，是这意思吗，也不是说做不到，你就是有些我们都就别这么逼着对方对吧，你多理解我一下，然后呢我也就是也多理解你一下，不会说再玩到那么晚了，然后听明白了，你不想分手，
对。但是他的要求你觉得太高。对。能不能降点要求？对。因为你心里还有他，是不是意思？对。啊，好了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面对这么多的这个冲突啊，我们一起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来，国宏兄。你女朋友说她对网络游戏只是爱好，她是不是晚上下不了线，白天起不了床的那一种？对。我们说玩网络游戏如果适度那是放松心情，但过度了有时候真是在放纵生命，这一点她说的我认为是没有错的，而且在这一点上我为男生点赞。他现在明白自己已经走上社会了，自己要什么该干什么，所以他没有继续游戏人生。但是你呢，情况有点不同，原来两个人说好一起共同奋斗，结果他来了以后他单打独斗，这不是他幼稚，我认为你显得有一点幼稚。你刚才说我确实我也在工作，我做网络兼职，网络兼职当然也是工作，但网络兼职它很容易让你的网瘾更加的沉迷，因为网络兼职和网络游戏它都是像蜘蛛一样挂在网上的，那么你又是在家里工作，旁边没有人制约你，没有人监督你，那么网络兼职和网络游戏你可以不停地调换频道。所以你男朋友担心的是你这样下去会更加沉溺于网瘾，甚至在网瘾当中迷失了自我，而且这样的一种网瘾再继续下去不但迷失自我，你一定会失去他的。好，谢谢伯宏兄。来，我们听听陈老师怎么说。我觉得你是在你的自己的梦想当中去翱翔去畅游，可能我觉得对你来说有点刺激，会觉得特别的过瘾，但是我觉得现实还是现实，你得接点地气。还有小伙子，我觉得这时候得靠你，你找出你们俩之间能不能有一个共同的事情可以做，你得分散他的注意，你得把他拽回来，让他有现实的感觉。爱是什么？是暖的，是温暖的，你们俩牵着手的时候是有温度的，所以我觉得你们得感受在不同温度下的爱情生活。好，谢谢，谢谢陈老师啊。来，沙大老师。二位好啊，我觉得你俩其实在有一个问题上特别的相配，就是在爱自己这件事情上，两个人其实有一个共同问题，就是都没太把对方放在自己的心上，反而爱自己爱得更多，还要求对方为自己付出更多，这就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问题啊。刚才两位老师都先说女生，我先来说说男生啊。你当时是因为游戏跟他在一起的吧？是啊。也是因为觉得他游戏打得好，能陪你一起玩游戏是吧？当时是怎么想是吧，找个陪伴。所以啊，你追我的时候你要求我陪你打游戏，把我追到手了你又嫌弃我玩游戏，你追我的时候你觉得我哎呦天真无邪小鸟依人，追到手了又嫌弃我黏人幼稚无理取闹，凭什么你要我变我就必须要变成你要的那个样子呢？接下来说女生的问题，女孩子做什么事情一定要有度，游戏可以当成你的兴趣爱好，但是如果你把你的兴趣爱好当成了你整个人生，那你的人生就完了。还有一点，你说他不照顾你，你说你生理期他都不给你递杯红糖水啊什么之类的，您的时间都去跟男网友聊天去了，他怎么照顾你啊？而且我其实有一个观点，就一直觉得女生老是嚷嚷说哎呦我的生理期男生不照顾我，自己学会照顾自己呀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这就有啊，自己冲一杯喝啊，女生就要独立起来，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活出自己该有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开始我觉得你应该为你自己的未来考虑了，适可而止，适度就好，好吧？
好，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沙大老师，都要别人照顾啊。来听听涂磊老师怎么说。来，涂老师，玩了这么多年游戏，能够为了你从另外一个城市到你所在城市，也就只剩他一个了。我相信你跟你的那些所谓线上的朋友，没有所谓的男女之间的问题，也只是游戏的玩伴而已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一个男生为了你到了你这个城市来，他算是为爱情做出了一点什么，对吧？你做了什么？你什么也没做吗？你就找了个陪练来，一个不用搭理他的陪练。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说，在这份爱情当中你是没有付出多少的。你准备改变吗？我准备改变。你准备怎么改变？还是不能立马说。你只需要走出第一步，就是把电源线拔了，把机子关掉，你就迫不得已地走出来。如果你不能，那我只能说，他能为你远走他乡，你为他连下楼关机都做不到，其实你没有那么爱，所以你要思考清楚，好吗？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我给男生的提示特别简单，与其在这儿抱怨他、指责他，不如你用爱的方式把他往上拉。如果你真爱他，女生，如果你不想把一个你爱的人也往下坠，至少你能感受到你的生活没有他向上。我们不说对错，你没他向上，没他积极，在更多人的眼光里面他是积极的，那么好，麻烦你做改变，不要再指责彼此了，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。最后你们把恋爱谈的变成攻击了，这哪里是爱嘛？再谈下去就成仇人了，啊！好了，下面的问题你们自己考量。我们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。其实我知道，我现在生活就是挺不好的，我也。其实我挺厌倦这样的生活了，只是有的时候感觉现实挺残酷的。其实在一起一年了，我觉得你挺理解我的，我以后也会改。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你的，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，这么不容易，我们是网恋，我真的希望以后我们能好好的在一起。我是确实是想好好在一起，但是这个问题你没有站在我的位置考虑过。请亮灯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啊。来，请关门，问一下这对嘉宾朋友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就在一起，谁让我们相遇，以后的日子我们一起相依。我会宠着你，我会纵容你。回到现实吧啊！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筒，有请。男生也要加油啊，女生也要加油。来，祝你们快乐，请回吧，谢谢两位，请回。学会把爱给予别人，而不是要求，可能在爱情当中是很重要的。好了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剂。
有网友提问说，我是一个已婚妇女，我现在怀二胎已经5个多月了，我发现我老公有外遇，经常从我这边以各种理由拿钱出去给他们，我跟他闹过，他硬说没有，还说跟我过不下去了，说我无理取闹要跟我离婚。我不想离婚，我知道为了孩子我也应该吃好喝好睡好，可我控制不住自己，觉得过不去这个坎儿，我该怎么办？无论这个情况是否属实，您的老公在你怀孕5个多月的时候依然提出跟你离婚，并且是在有大宝的情况下还能提出离婚，就证明这是一个没有责任心的男人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坎儿不用过去，这个婚一定要离。祝你幸福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